太开心了！终于出来了，太开心了！终于出来了，终于在泳池啊！这么多水，今天水管够，我害怕，好多水啊！我天哪！今天水管够，怎么办啊？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报告给大家，今天除了有我们好六团这个全员及其之外，我们好六团的家人蔡文健同学回来了，欢迎他。 直接扎下去，不对，翻！要翻不翻的？刚才，来，你是要翻一个吗？在这边还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这个我们蔡文静同学的《燃醉》啊，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，跟他们见面啦！祝贺！谢谢大家。演的是《燃醉》里面演的是一个女法医。法医 ，OK， 好，期待我们文静的新的角色。今天啊，听说在这个泳池会发生很多的事情。 这个结局是很难想象的，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，都别想干着离开。九个人，一会儿回去只能有一个。嚯，其他都泡汤了，全都泡汤，泡发了，都会湿着回去。湿是肯定会湿。但是听说今天赢的这个奖励极其诱人。是的，怎么个诱人？就是我们呢有两张卡。 一张呢叫做替身卡，一张呢叫做免罚卡。替身卡就是在2024的节目录制当中，你有任何一次受到惩罚，可以让一个人来代替你来受这个惩罚。哇哇哇！太好了，可以是我们的艺人、嘉宾，也可以是导演组的人，也可以是导演组的人。哇哇哇！我太想要这个了，我真的喜欢。几张？几张？ 这个是一张，我们这轮游戏是八张，十张吧。另一张呢是免罚卡，免罚卡呢就是免除这次惩罚，也是2024节目的录制当中。但是我们导演组说的是，如果你免罚卡不要，可以换成替身卡。哦，可以换是吗？那我建议就替身卡。哇，替身卡，那肯定要替身。替身卡是最好的，因为惩罚道具都已经准备了，不能不用。 而且我觉得，如果一个节目没有惩罚，就没有效果，没有句号，要有效果，必汗流浃背了吧，导演们，汗流浃背了吧。我觉得能不能商量好，我们就是别什么让自己人当替身，对啊，肯定是给嘉宾优待，最好是导演。 实在不行，嘉宾也行。对，谁想的谁上呗？就今天给他用了。哎，真的就是。但是我们得赢游戏啊！是的，是的，没问题。挑战是什么呢？现在让我们给挑战叫做“猜猜你在我心中第几位”。每一轮一位作答者到对岸去，根据我们给的题干来进行回答排序。剩下的八个人站到我们跳水台上面，如果猜中了答题人的这个排序顺序的话，就可以落水；如果猜错了的话。 掉到水中，正确四个人以上团战挑战。哇哇，难很难啊，这个。来吧 ，Let's go。 咱们先得商量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就心里排一个排序，不管说什么就排那个。我们都按年纪排，就怕你按年纪排了，你解释不清楚。都能编，最有心眼的还能排哈。按年纪能排出来吗？何老师啊，也能。你啊，大哥呀，绿野青啊。 陈丽啊，你这样呢最抠的。何老师啊，那你说来最笨的人，也能排出来吗？排出来啊，何老师啊。按年龄大是吧？确实是。硬排在我心中就是这样的。排的那个人心中真是受不了我们。来，第一位答题的人是何老师。哎呦，加油！来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风格好不好？ 我的风格就是，我不转弯，好不好？我不转弯，转弯，就是不要想，因为我最怕，比如说反转又反转，猜测又猜测，我不转弯，听到那个直给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去了啊，来吧，请听题。 请问何老师，好六团谁会先结婚？谁会先结婚？这个答案，那恐龙都得按年纪了吧？这个按直觉吗？我已经玩不了这种情感话题了，我最后。
我先退后啊，你们随意吧。没有我对不对？我不排，对你不排，不排自己。OK， 好，何老师已经作答完毕，请好乐团尽快选择。我先结吧，我先结吧。我看你们都年纪太小了，你往后站，你干啥？你赶紧往后啊！你还在上学呢，你这得往后串串了。来吧，怎么说？那我来这个吧。那我在这。大哥，你不得往前面走走？大哥，你不往前面串串？年纪到了是吧？嗯，对呀、啊。我也不至于吧？我这有点夸张了、啊。太夸张了。那再换一个。我觉得我有点夸张了，我应该不至于。那整栋还有孤独终老了，有点。我来个中间吧，我五，对我在这儿了。哎，我知道你们选完了之后，我插空着，这也太浅了吧！哇、哦，老秦你好伟大哦！行吗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以后好乐团就这个顺序？咱们加油啊！好乐团现在已经选择完毕，何老师可以回头看一下大家的选择是否和你一致。啊！何老师什么表情啊？何老师的表情，不会全员都要掉下去吧？哎，好吓人啊！等一下，我有点害怕。咱们是一个一个掉，还是一块掉啊？嗯，可以选择一起掉。啊！别骗人，没一个对的。啊！朋友们，我们好六团什么时候聊私生活呀？不聊呀，对不对？我们眼中只有什么工作和友情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什么时候结婚关我什么事呢？对。对吧？所以我只有一种，我说我直接选嘛。对。那是不是谁老谁接啊？对。啊？啊？我就是这个逻辑。人说了直嘴，人说直。气死我了，我走心了，我们认真了。我跟你说，刚刚老秦还在那儿说咱们加油啊，咱们努力，就按这个顺序结，咱们早点结婚，就按这个顺序。来吧，我一个个宣布，这个其实特别简单啊。第一位我选择的是迪哥。迪哥。第二是文静，第三是大哥啊，第四排的是雪琴，第五是老秦，第六是泽林，排的最后结婚的是丁程鑫。他没有一个人对。这次效果拉满，来，八位小伙伴，3、2、1，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！我自己来，动不了了，动不了，太吓人了！别自己跳，别自己跳，想象。哎，还可以。哎呦我的！哎呦我的！你太实在了。太害怕了，你不行，一定要，一个还魂呐，下次。